来捕捉一下这个画面咯。好，哎，我们再站过来一点点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姿势这个画面可以多捕捉一点点哎。好，我们新台呢一边摇手一边看一下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，然后多摆几个性感的，真的有点太过性感。我要再捕捉一下这个画面咯。我们再站过来一点点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姿势这个画面可以多捕捉一点点耶。好，我们新台呢一边摇手一边看一下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，然后多摆几个性感的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场笑最大声的就是支持你的朋友们了，而且我跟你说他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，正在直播当中，来来来，好来，我们先让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来帮忙一下。对，也不好意思吓到大家了，我自己也非常惊吓，因为我本来打算今天回去不洗头的，结果看到所有饮料都在头上，必须要洗头了。发了发了，遇水则发。谢谢，希望遇水则发。发了。其实有练习过，可是因为练习的时候没有想说要那个手摇杯要怎么摇，所以不知道那个盖子要盖紧。那像那个你。爱吃甜食啊，然后做人长那么甜美，那里面你比较甜，还是那个饮料比较甜？我觉得应该是我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他身上都是蚂蚁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的饮料的甜度非常适中，因为还是有些人会很怕很甜的饮料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甜度刚刚好，所以我就稍甜一点。那你觉得你比较酷寒还是比较酷寒？你说我的哪个地方？珍珠比较 Q 弹，你笑什么？没有，你好会出题哦。对呀、啊。那刚要不要讲一下刚刚喝到海乐跳泡的饮料的感想？哦，哎、欸，你觉得谁比较 Q 弹？我觉得真蜜糖比较 Q 弹。那他觉得谁比较 Q 弹？我觉得，因为我没有吃过凯乐，所以我觉得真蜜糖比较 Q 弹。对。然后刚刚喝到觉得，哇塞，你第一次泡居然泡这么好喝，真的呀！所以你们的配方一定超级厉害，谁泡出来都一定很好喝。这样算有夸奖到你吗？没关系。那最近狼人杀好像进步很多，网友都一直在称赞你。没错，我们在筹备这家真蜜糖第一家店的时候，正好是我狼人杀的低潮期。我是认真的想说，如果主持工作没办法继续的话，至少有个副业。但好险，最近狼人杀的技巧有慢慢的在进步，网友纷纷来称赞我。但是我要跟各位网友说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后面还有很多集都玩得很烂。先放话一下。那你有觉得谁跟你一样都有在进步的吗？我觉得莎莎因为莎莎上次当狼我看不出来。怎么样？你教不出来？我想说哪个部分？谢谢。七小乖也蛮厉害的。我还是被骂的高手，我现在替代你的位置。真的？那你要不要加盟我们真蜜糖？我现在有钱可以拿出来，很好喝。他最近违禁啊，还有那个风泽，还有小赖，还有那零九，他们最近唱那个冰变啊。对。你有听的吗？我有听，我觉得很好听，而且我们狼人杀单元真的太受大家欢迎了，所以希望喜欢狼人杀的人也会喜欢我们真蜜糖，真的很好喝。那我想要跟他们凑一卡嘛，一起唱歌。我就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他们都不找我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团体啊。我们是一个女子团体啊。新的女子团体，因为真蜜糖。真蜜糖，你是真吗？我是真，那是蜜，你是糖，我是糖。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蕊过要穿什么，结果就居然都穿荧光色。团服，那有打算要一起出歌吗？我们是找老板，对，看谁比较有钱。对，我们是缺金主啦，因为我们的主唱是莎莎。谢谢大家，我最近积极在练歌还有跳舞。因为丫头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，所以我告诉她，然后她跟我说这一行真的很辛苦，饮料真的不好做，她叫我要加油，所以我就吸取前辈的经验，然后刚好我前几天看那个报纸，我发现纳豆好像疑似要退出手摇饮，我说太好了，正好卡这个位。